没事要开张卖汉堡了。这个，来，你的汉堡来了。谢谢。OK， 好吃啊。都不能吃啊。赞。你今天要干嘛？我们来开箱这个，好像是泰国的汉堡。泰国的？是它是一个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嗯。杯垫，很可爱吧？是杯垫汉堡，汉堡杯垫。哦，所以它不太是口味，它只是一直。它是泰国的玩具，嗯，是买做超写实的，要实测，然后放那个饮料上去，要放了吗？你是汉堡摊吗？我是汉堡王。这个汉堡如果你吃不完没关系，因为它可以当成杯垫，你看，好可爱哦，番茄好可爱，是超可爱的，真的超可爱的。它汉堡肉还有做那个鸭，在那个火烤鸭出来，对啊，这是那个烤盘。这个买一个全家人都用得到，哎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也可以六，你看六个杯垫哦，它满出来了呢。没关系，为什么？它可以承接水。对啊，好，番茄、彩起司、面包，哇，赞美！喜欢的底下留言加一，我没办法传链接给你，我没有开团哦，各位。